大家好，我是面，我又了。今天三遍买了个牛蹄，二十只鲍鱼哈。今天做个鲍鱼烧牛蹄，开干。在我们这儿海鲜是比较贵的哈，那么大个头有十二一个哈，在你们那儿好多。先把这个鲍鱼涮出来，涮了这个黑色的东西啊，再取一下鲍肉，扯掉内脏，取一下鲍牙，再把鲍鱼改成花的，这样一煮就开花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再把蹄子砍开，剁成小块，阿公点火，要再开干，冷水下入牛蹄，下葱姜料酒，三开要煮十分钟，出个水，切点葱姜，八个香叶桂皮，陈皮两块，出水后捞出来洗干净，烧油，放点白糖炒糖色，然后就炸红色嘛，泡泡下入牛蹄，来点黄豆酱、豆瓣酱，下入香料，一起煸炒，炒香以后加入清水。调味盐、八角、胡椒粉，撒开转小火煮五十分钟。时间到，再下入鲍鱼，再焖三分钟。这个颜色哈都非常的 beautiful 啊！要得了，七哥，鲍鱼靠边，牛蹄中间，再浇点汤汁，最后葱花收尾。就这个鲍鱼牛角干，我后几天评论里面有个小五星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哦，我请哦。要得，黑干。等一下，这个鲍鱼嘛，我鲍鱼还是红色啊。啊。啥子牛蹄嘛？吃鲍鱼，我鲍鱼瞅瞅。鲍鱼吃吃牛蹄。那我瞅就行，我瞅就行。好东西都留给你们吃了。来哦，来哦。鲍鱼哦。可以。才十二个。嗯，好的，香烟，有香烟。嗯，吃啥？喂，花子，那牛骨头当然脆脆脆脆了，不然我牛骨头要煎。嗯，那牛肉嘛，就是牛还嗲。嗯，绝了。嗯，吃蹄子。蹄子也好吃，妈哈，涮了那个鲍鱼，嗯，哦，涮鲍鱼，啊，爽，今儿你真夸张啊，是注意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，给我先付了这些关门，各位，我们的人，发了个拜。